住的是公寓，刚认识的小姐姐让我去她家。上我家。不是你还没告诉我你开旅店还开旅馆的呢。我刚来的。我操！啊？逗你呢。你别吓我。进来吧。啊？你开公寓的吧？这屋小点儿啊，你赶紧行，就多少钱我给你转。不要钱，我看你挺困难。妈呀，好心人呐。 你放心啊，这屋我今天来啥样，明天走还啥样，不就得给你收拾一遍啊？指定走，赶紧了，太谢谢你了，美女，来吧。哎，你干啥呀？我休息了，我睡觉了，你回家吧。这是我家。你不开公寓的吗？这公寓吗？这是我家，我每天住的家。还有别的卧室啥的呗？是不是？这没有屋了这。 这没有，就这一张床。那你睡里头，我睡外头，我睡觉爱动，完事那个我怕我给你吹。非常好，是免费的，就是好哈。